在餐馆的日子里是很漫长的，一跳入了火坑，就会感到人生是多么的黑暗，永远见不到阳光，永远见不到外面的世界，每天都过着同样的生活，这种日子好痛苦。时常在想，我一定要脱离这个黑暗的世界。过去啊，再醒过来啊，再昏过去啊，这都不知道。有没有吐？有，当中有吐啊。对。有没有觉得他骨头断了？你们搬动他的时候，有没有？没有。哎，小姐，请你们准备 O2 mask 啊，通知那个 CD room， 急做 CD 哈。女孩子从宾馆逃出来，大部分都在做接客的。至于他们家属，我们还在想办法联络。你妈，你烦不烦啊？真的是你妈，你妈的无聊。哎呦，珊珊，别这样啦！你记不记得上次那个学姐，就是王明丽啊？她叫我们去跳舞的。要不然你打电话跟你爸讲好了，说你到我家温习功课。反正撒一次谎，你爸又不会怎么样。对啊，你爸又不会跳舞，也不会到舞厅抓你。走了，走了。你们来啦，等一下跟男生进去，不用钱的。阿牛，带他们进去吧。没问题，来，跟我来。你干嘛？哎呀，哎呦，在世的。人家第一次来，客气一点。来来来，像这种女人不多。怎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啊？刚刚打过电话来，他去朋友家温习功课，晚一点回来。哎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也没问呢。你这什么态度？我问你，你才讲。一天到晚就会在家里看报纸、喝茶、看电视，又看电视。我每天呢，早出晚归的，拼命的赚钱。这个家没有我，哪里会有今天？问你一句话，头也不抬。什么同学家，还不是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？那种学校有什么好学生呢？要念书不会回家念了，一定不要到哪里鬼混去了。你看回来我不修理他才怪。怎么这样说自己的女儿，真是。Thank you.
到五以前来过吗？没有，我第一次来。我妈要是知道我来这种地方啊，会打死我。这么严重啊？还是我好，没妈可以打我。要不要试试这个？我不会。什么会不会啊？你以前不知道自己会跳，你看来了还不是一样跳得那么棒？试试吧。真的不会？打球吧，搞什么？怎么样啊？这一期的，哎呀，何必啊！哎呦，哎呦，这一期的，别笑人家了啦，你们。好一点了吧？你们呢？嗯？你们怎么知道他回去啊？还早吗？现在才十点而已。可是我答应我爸十点以前要回去耶。你们走不走？走。他们都不走，那我给你走好了。我送你。哎，阿牛，这边交给你了。OK。嗯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去哪里了？现在几点了？你知道了吗？我到同学家温习功课，爸爸知道的。温习功课？温习功课不会在家温习功课。哎，身上怎么有烟味？又野到哪里去了？哦，嗯，我坐公车回来，车上面有人抽烟。有人抽烟呐？你真大胆呐！你还会说谎。坐公车？我刚刚明明听着楼下有摩托车的声音。不念书也就算了，一天到晚在外面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，你要是要自甘堕落的话，我看你就不要回来。好了好了，珊珊也不是每天那么晚回来，回房间洗澡睡觉啊。这里轮到你说话，你一天到晚眼巴巴希望他念个好学校，找一个好人家，不要像我这个样子，找一个窝囊废，头一辈子。如果以后要跟我这样一样的话，那还不如呢在外面混吃等死算了，免得我担心。他头部有撞伤，背部有刀伤，情况不太好。啊？怎么了？嗯？你说你在医院等了十几个小时，结果那个女孩还是？是。还是死。十六岁，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女。你今天怎么了嘛？啊？你知道在医院里面这种生离死别每天都会发生吗？我就说过你不要常去医院做义工了，把自己的心情都搞乱了。阿成，你们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我要帮助青少年，我要辅导他们。我要救助他们，可是当我面对一个跟我求救的青少年，可是我却束手无策。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既不是医生，更不是伤害他的人呢。你根本就不懂，我无法去面对，因为我无法忘记他那种无助哀求的眼神。他甚至用尽他生命中最后一丝力量来告诉我，他痛。社会工作嘛，有时候感情就是要放超然一点。超然一点，你为什么不干脆说冷漠一点呢？
如果你没有感情，哪来真诚？你没有真诚，何来的关怀？你没有关怀，你如何去帮助一个设身处地去帮助一个需要你帮助的人呢？跟一个你我都毫无血缘关系，连感情关系都称不上的人，你如何去为他着想呢？16岁。16岁对一个少女来说，她应该是还是天真浪漫。结果呢？结果她在接客。16岁对于男女之间的关系，应该还在是似懂非懂的时候。可是她被性暴力凌虐。我知道，要对一个陌生人产生关怀是很不容易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也许这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周遭所有亲朋好友之间，所以我们应该设身处地的来为他们着想，给他们伸出援手。喂，先生，你一个人吗？对。请问要不要叫小姐？价钱是这样啊，3000、4000、5000。有分那么多种？对啊，越高的价钱呢，服务越好啊，又年轻。哦。看你要叫多少的。好，那帮我找一个年轻一点的。好，那6000块啊。年轻的，好，谢谢。先贵姓？我姓李。先生，你要泰国浴、按摩还是熏陶？别拖别拖，我想我们先聊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花钱请我来，不会只是聊聊吧？好啦，废话少说，我们还是快一点，我等一下还是有客人。不要不要，真的不要。真的不要。是你说的，好吧，人情多嘛。哎，怎样？老婆跟你妈妈不和，还是老婆有外遇啊？你比我还 UK 耶！哼，我看你年纪很小嘛，哈，做多久了？你在身家调查？你不是条子吧？我只是好奇，为什么有那么多女孩子要做你们这一行，而且都那么年轻？你不看报纸的？在 UK 里面，我已经算是老的了。有人买就是要有人卖啊，除非哪天男人死光了，我们或许就不用卖了。我听说前两天这里好像发生事情了，你知不知道？难道说你就不怕碰到一些什么变态客人？或者说，要是我真的是警察，你怎么办？
做我们这一行的，看客人都有特别的本事，小心一点就好了。代理是他自己倒霉，不过我也怕啊。话又说回来，遇到你这种客人倒是头一次。哎，你真的不行啊，我有办法的。来，洗澡。小姐，别这样说，我只是想有没有办法能够帮你的忙。帮我？你帮帮你自己吧，时间就是金钱呢，我没时间跟你聊了。哎，麻烦你下次跟内讲讲清楚，你是要找人家聊天的。对不起啊，付钱，我要走了。我想一下，韩寒的话是没有错了，可是你不觉得我们又不是警察，又不是律师的，我们去调查这个案子是不是太突兀了？这不是去调查，是关心呢。现在整个的情况很明显，这死的这个人是个厨妓嘛？哎，一个厨妓，他的命运已经够悲惨了，在死之前还遭受了这么不人道的伤害，你看。对，其实我们的介入并不是要替警察或是律师办案，而是呢，我们要多一份力量，多一个机会给这些不幸的少女，使这些不幸的少女不要步入同样的后尘。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情。什么？我昨天到那家出事的宾馆去了。啊？真的？不要紧张。之所以会这样做，完全是受了韩寒的态度的感动。他那天跟我讲这个事情以后呢，我回家晚上都睡不着觉，我真想把那个变态的家伙给阉掉。所以我想呢，到这个出事的宾馆，或许能够找到什么蛛丝马迹。所以我，你有没有什么收获？我就请那个服务生帮我找了一个年轻的。真的啊？多年轻，什么样子？人讨厌不要插嘴嘛。他真的年龄也没告诉我了，反正很年轻就是。哎，不过他知道这个死的女孩叫戴琳呢。对，没错，死者的确叫戴琳，因为我去过警察局，他几个月前才离开学校。你既然碰到这个机会，他又认识这个死者的话，你就逮住机会好好劝劝他，让他改邪归正。我还劝他改邪归正？对呀、啊。他还问我什么叫邪，什么叫正。哎。你不知道啊，这些女孩子的价值观呢，真是让人觉得很悲哀。我从警方那儿知道呢，警方目前已经掌握到戴琳背后的一个雏妓集团。这样子，我们就从戴琳的学校开始着手，先去调查。你什么时候加入我们的打击犯罪行动啊？啊？什么叫加入啊？这我老早就是打击犯罪阵营里面的一个强将。找我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只是心情不好，想找人聊一聊。你不怕我把你带坏啊？不会啊。我觉得你人很好，对我很好，不像其他人。我很喜欢你。喜欢？你知不知道我在做什么呢？不太清楚，不过他们说你人很好，很有办法，人又漂亮，我好羡慕你哦。羡慕？我的职业就是陪男人睡觉，你这样说还会跟我在一起吗？真的吗？那不好吧？反正也没有什么好跟不好的，早就习惯了嘛。要我这一生没钱怎么行？那你爸爸妈妈都不管你了吗？我爸妈早就去世。
过我有一个阿妈，可是她在去年也去世。我在台北念书，又没钱，只好坐牢。不过我是自愿的，在想存些钱，然后还可以换个学校念。反正毕业后也没有人晓得你的过去，说是不是？你呢？我觉得好无聊。我爸妈感情不好，自从我没考上公立高中，我妈对我更是不一样的。我就是想不通，我爸有什么不好？又不喝酒，又不赌博，又不讨小老婆的。所以你看吧，结婚有什么意思呢？什么爱不爱的？有钱最重要，男人看的就是女人的身材美貌，想的就是性。性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做的这种事，这种事就算是结了婚不得也要做，我拿来赚钱有什么不好呢？我不会在乎你做什么，反正只要我觉得你对我好就好了。以前哪有人要听我说话，哪有人要说话给我听。我肚子好饿哦，走，我带你去吃东西。嗯，好，我们等一下再去跳舞。嗯，她是我学妹，她很小，而且很单纯。哦，我记得了，阿妮曾经跟我讲过，你有一个很漂亮的学妹，是她。我要走了，你们玩得开心点啊，来，谢谢大姐。这是你大姐，别理她，我们玩舞吧。她人很好哎。赚钱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会把三珍吃掉。错，那可不一定呢、哦。我不去。哎呀，放手呢。你不去，那也交代过，你要把生意要结，要不然后果自己负责。又是那个大肥猪啊，还说要帮我挑客人。好啦好啦，去就去嘛。哎，我警告你哦。别给我动三人的主意，我去跟他说一声，马上回来。
洗手间有镜子。谢谢，我等你哦，一会儿聊哈。谢谢。你有没有看到刚刚跟我进来的那女孩啊？哦，那个女孩啊，好像喝醉了，跟一个女的走了。大姐啦，她跟大姐走掉了。大姐，大姐皮肤不错啊。大姐，一卷呢？在他醒来之前了，帮他把衣服穿好。那他醒来问起怎么办？就说他头痛嘛，身体不舒服，我带他回来休息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再见。戴琳是从上个学年度开始才没来上课的。在这个之前两三个月，他上课的情况就不太正常。我们找了他爸爸来谈过，可惜他爸爸没管他，要不事情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那他妈妈呢？一直没见过。不听说他很早就带着戴琳弟弟改嫁了。那你还没有其他的资料呢？其他的资料是。有个叫王明丽的同班同学，他跟戴琳差不多同一个时候没来上学，后来两个人也住在一起，听说他也做了那种事情。明丽他没爸没妈的，学校曾经提供他一个攻读的机会，可是他没接受，说是太辛苦了。那你有没有这个叫王明丽他的地址？我得找找看耶。谢谢你，麻烦。我没肯定他是不是还住在那个地方。没关系。
大姐，珊珊来。珊，坐。大姐找我来，有什么事吗？请给你看样东西。不甘不脆、啰里啰嗦的，你的学校、你的家里、你的朋友，妈妈就会看到了。哎，你自己考虑考虑啦。你听话的话，我会帮你介绍一个好客人，人家帮你办个大红包的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哎，好了好了啦，你们这些人真是想不开。刚开始哭哭哭的，到最后还不是好得很。你呀，要做乖女孩的话，就不要出来混。现在已经太迟了，碰到我们了，还算你幸运。要不是有名利啊，你连大红包都拿不到。有什么事快说。你知道我的时间是很贵的。明理，我知道你跟戴琳是同学。你对于戴琳的下场，你没有任何感觉吗？不要再跟我提戴琳的事了。没错，她以前是我的好朋友。就算是好朋友，也没有必要一起去死吧。再谈他的话，别跟我不客气，把你们赶出去。我已经很烦了。不，王小姐，你先不要急着生气。是这样的，我们今天到这儿来呢，是想多了解一下整个的情况。那个警察已经知道你的资料了，假如他们要破案的话，他们随时都会来找你的。又拿警察来压我，哼。王小姐，我想你一定不希望别人或是你自己成为第二个代理，所以我们早一点帮助警方破案，就能够早一点防止这种事情再发生。发生这种事情，我们很痛心。像你们这么年轻的少女，应该是追求美满的人生的。美满人生，骗局一场。男人骗女人，女人骗男人。一个是为性，一个是为钱。哎，你们听好。第一，你们不是警察，我没有必要为你们解释什么。第二，我现在已经很累，而且我很烦，要睡觉。你们出去，我不欢迎你们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搅了，对不起。明丽，这是我的名片，你随时都可以找得到我。如果你有任何需要，或你需要帮助的话，你
归。珊珊，你怎么了？你不要哭，不要哭，冷静一点，不要哭嘛。告诉我，你现在在哪里？你千万不要伤害自己哦。有什么事，我一定帮你跟大姐讲。你要相信我，一切包在我身上。你千千万万不可以伤害自己，有没有听到？要等我来哦。不要哭了，嗯，拜拜。对了，我知道你会说什么。黑了黑了黑了，喂，沈小姐吗？我是明丽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救救珊珊，哈。青少年朋友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我现在已经跟他们都不一样，现在没有人会了解我了。珊珊，我们了解你，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跟我们讲，我们都愿意帮助你。对对，我们听明丽说过，明丽她告诉我们说你很乖，你很单纯，你很善良，你很好，我们了解你，你不要动，你在那里。不，你们在骗我，你是故意在安慰我。我一点都不可爱，我一点都不好，我真的完了。你如果认为你自己这样子就完了，那我早就该完了。你要跳楼，来，我陪你一起跳。明丽，轻微的摔了一跤，既没受伤，又没流血，自己爬起来，把灰尘拍拍，什么事就没有了。而我呢，我早就摔得头破血流，木也梦全废了。你要跳楼，来，我陪你一起跳，这样子你就不会孤单，不会害怕了。明丽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是的，或许我不知道什么叫做羞耻，因为羞耻它不能够给我钱，不能够给我家庭，更不能够给我一个会骂我的妈妈。可是我有良知，要不是我，你以为你只是被拍了一圈裸照而已吗？
个人，你早就被人家抢跑了。我看你还想不想得到休止？让我白费心机了，算我白想办法说要保护你的清白。来啊，我跟你一起跳楼！来，别不要。珊珊，好了好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一切都过了，乖孩子，不要哭了，不要哭了，让这些事情都忘了吧。过去就让它过去吧，明天早上爸爸陪你去申请学校。我们换一个环境，我们重新开始。开了那么久的计程车，我载过不知道多少个像明玲那样的雏妓。这一次我总算是看清楚，在他们浓妆艳抹、故作成熟的外表之下，其实是很茫然、很无助的。其实那也不见得，明玲自己说的，她是自愿的，没人逼她的。我看她是爱慕虚荣。哎，你这样说就不对。在我的感觉里面，雏妓只有两种状况，一种是被卖，一种是非被卖，根本就没有自愿这个字眼存在。是啊，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，连她自己是什么她自己都搞不清楚，那她的自愿又能够代表什么呢？所以啊，我说都是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。总归一句，我是觉得我们这社会生病，而且病得不轻。其实海岸，你也不要太悲观，这次也就是因为你的毅力跟你的坚持，不但救了珊珊，而且也让明丽能够觉悟。你真的带给这些少女一些力量跟机会。其实要多亏你们两位对我的支持。所以说呢，只要这个社会上像我们这样的人多一点，那他的病呢很快就会痊愈。哎希望你们都能够继续支持我。那最坏的一种人啊，就是贩卖雏妓的人，人口贩子，这种人绝不可以原谅。而这种人，我要在这里呼吁呢，你们再想一想看，如果贩卖的这些小女孩子是你的儿女的话，你忍心做这样的事吗？你在这些人的头上赚了这样一点点的钱，你忍心吗？你将来良心会安吗？那么在这个剧情里面，我们也看到有的女孩子好像是自愿自甘堕落，我始终不大愿意相信这样的事情，因为这些自甘堕落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不得已的一些苦衷的原因，我们把那些找出来以后，我就不相信一个女孩子愿意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那即使是有这样的一种状况，我也要告诉这些孩子们要注意到，一个女性，你的一个这种的贞洁的观念，一旦你步入这一条路，你可以说你的一生一辈子都没有了，一定要好好的想清楚。那么也有一部分的人呢，可能是被诱惑甚至于被骗，因此做一个女孩子来说，就要随时警惕，不要去接触到这一种可能陷你于一个被害的状况。